请全体起立，东西班分班对面站，请大家合掌。Nah.
请大家向上，面向佛陀，向佛陀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说法主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好，一问讯。一教奉行。大家请坐。请大家轻轻地坐下。主讲法师，法师们，各位善知识，大家晚上好。归命三宝，欢迎各位莅临。福缘院内，今晚由我们母女俩担任司仪。我是梁秀琴，是古寺佛学部的同学。我是蔡伟琪，我也是佛学部的同学。再过一会儿，就是我们的 Buddha 迈出皇宫寻求解脱的时刻。妈咪，怎么说呢？哦，据北传佛教说法，悉达多太子是在二月初八夜离开皇宫，出家寻道。嗯，我相信在座各位闻法众也是怀着闻法难逢的愉悦心情来闻法。说的也是，重点在大家投机于法师以幽默和风趣诸善巧弘法。更敬佩的是，法师日以继夜为大家准备讲义，那种常思维法的精神是大家学习的指南。晓得啦，就是这一份讲义。对，就是大家手上捧着的这个法宝。妈咪，此刻我的内心深处涌现出珍惜这两个字。好，让我们珍惜眼前当下的闻法时刻。法师请。这一次请看封面，先让我讲几句话，然后我们才开始共修。菩提资粮论是伟大的龙树菩萨，传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然后呢，他一共做了有六卷的《菩提资粮论》。那很谢谢海印古寺从第一次起请到现在，所以今天讲的是第六部分，请看封面。在英文里面我写 Volume 4， 请看幻灯片，也就是第四卷。那《菩提资粮论》本身有六卷，所以各位请这次要专心听，然后我准备这一次就把第四卷全部讲完，一共有44首偈颂，6天讲完。接下来会再花2次，明年啊，或是后年，再花2次把第5卷跟第6卷这个部论呢就全部圆满。所以在中国，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传到中国以后呢，能够真正做注解的呢很少，但是我也很高兴由于海印古寺的方丈住持提请，所以我也很用心的把讲义整理好。虽然我很忙，但是我对法是很尊重的，所以先请看幻灯片。就是这次讲经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6天，那假如你能够每天都来，那当然非常感恩你。可是现代人真的很忙很忙，所以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接下来我就会去新加坡，结束以后，21号我就会到马来西亚 JB 去弘法，会有3场演讲，详细细节请你看商业金色的网站。好，请看幻灯片《华严三圣》。那在虽然1年多我没有来，但是很忙。但是我们桑耶精舍的道场已经重新搬迁了，从旧的道场搬到新的道场，所以很感谢三宝还有十方很多东南亚全世界的莲友护持，我们搬到新的道场去，所以可以坐250人，在全世界首都呢都是很贵的，所以把新弘寺卖掉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么多钱的，所以我们是用租的，但是呢所以我们的道场重新设计过。好，那请看讲义第一页，编号是96页。好，各位护法居士可以请坐下，我们先共修，然后静坐几分钟。虽然这个讲座很长，那没有听到的人请你听海印古寺流通的 DVD， 但是呢我相信各位应该还记得我教你的静坐，所以请把所有的干部可以请坐下来，把心定下来。好，那我们先念普贤行愿品偈颂。好，第一天我先敲好了请看98页，编号98页。那这个讲义呢你今天可以带回去，但是建议你这几天讲座的时候请你带来这个讲义呢我真的是日以继夜呢就是礼拜佛菩萨，然后呢为各位做的科判。好，请合掌念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三称，然后就放掌听木鱼的声音，如果木鱼加快的时候请你跟着速度一起快，听木鱼的声音，自己的声音跟大众的声音，然后念到第99页。好，南无大恨普贤菩萨还有往生神咒结束，然后我们就静坐几分钟，请合掌。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善心诸佛皆众满格一切应生海不住金妙言此金语未来一切皆赞佛神圣功德海不一住最深妙佛满地月度相继三盖如身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
乃最深衣服最深降魔降兽降御腾主意皆如妙高居我西供养主来我以广大圣经行圣经一切三世佛系不见诸如来我系所造诸业皆有无始但是从尘与一直所生一切我今皆常为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缺寂无缺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过各界随喜十方所有世界跟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皆见情转于无上妙法论诸佛若于是看我昔之尘而卷尽为缘杀尘皆离了一切诸众生所有离赞供养亲佛主是转法轮随诸上根回向众生即佛道愿将一次身得回向无上真法界心将佛法即增切二地融通三昧如是无量功德海我境界悉尽向左右众生身口意见我瞻谤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于念念之咒语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之际尽众生即业烦恼际如是四法光无边缘尽回向一如是南无大恨普贤菩萨南无大恨普贤菩萨南无大恨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哆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悉耽婆毗阿弥利哆毗迦拉毗阿弥利哆毗迦拉得切弥尼切切那智得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耶哆地耶哆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悉耽婆毗阿弥利哆毗迦拉毗阿弥利哆毗迦拉得切弥尼切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哆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悉耽婆毗阿弥利哆毗迦拉毗阿弥利哆毗迦拉哆伽弥尼伽伽那智哆迦利萨婆诃
好，我们静坐几分钟。我知道在座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也有大朋友，也有小朋友，希望你还能够记得以前我教的禅观。好，背挺直，身体放松，眼睛不要全闭，包包可以放在旁边。好，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我们在轮回里心都非常的混乱过，所以先背挺直，身体放松，看幻灯片，先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就像这样，背挺直，身体放松，眼睛不要闭，你可以睁开一半，然后注意在眼前。或许你现在静坐的位置是前面有莲友，你不用去想他头发今天怎么这么丑，今天是这么个造型，他有没有洗头，不用，你就坐着看着前面，心静下来，把你的心宁静下来，你才会听闻无上甚深的佛法。我们讲愿解如来真实义，静坐几分钟。想想轮回很苦，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在生生世世里面呢，我们都在轮回受苦。今天你有善根来学习佛法，先把你的心给静下来，不要想过去，也不要想现在，也不要想未来，就注意你的呼吸，我看着你的念头，身体完全放松，这样静坐几分钟。好，结束了，请不用开灯，不要动，轻轻的眼睛眨一眨。今天是讲座第一天，所以我准备给各位看五台山的短片《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所以请各位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静坐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心就像一盆水，从早到晚一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刷牙洗脸上班赶车子，从早到晚我们的心都很急，所以心也很紧张，因为你的心很紧张，所以你碰到外境你就很痛苦。夏天到了，你觉得没有冷气你就不舒服，在 MRT 排队，你觉得怎么不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你的心也很不高兴。今天呢，老板讲了你几句，事实上老板是对的，你也不太高兴，对不对？待会讲完经，现在全世界的人越来越忙了，有些人忙得很有意义，有些人忙得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们的心都害怕去宁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宁静了以后就会说，哎呀糟糕了，我不知道我待会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们的心就一直要抓很多很多的东西。佛法就要让你的心先宁静下来，不要抓东西，不要抓东西，但是要让你心宁静的有几个方法，注意呼吸，念佛念坐都是方法。所以希望大家，我在讲经之前，不管你是老朋友或新朋友，我都希望你把心静下来，因为心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开启智慧，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你才会呢有很多的勇气
跟毅力去面对生命很多很多的问题，否则一点点小问题你都会很不舒服的。举一个例子，你现在若穿鞋子啊，新加坡很热，我知道大家都穿凉鞋，可是你若穿跑步鞋，或是你去朝圣，或你今天穿皮鞋或球鞋出去逛街，结果呢你的鞋子不小心有一颗石头在里面，然后你一直走，你就非常的不高兴，越走越生气，对不对？很简单嘛，停下来啊，把石头给拿出来，你的脚不就舒服了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明禅定力可以让你有勇气跟智慧去处理很多问题，而不是呢一直喜欢抱怨。就像你讲脚里面有石头，你一直骂，哼，对不对？Buster or whatever， 对不对？ Whatever， 你用了很多不好的词，你都骂，哼，这双鞋子 quality 很差，早知道我就不要买它，那么旧，然后呢，妈咪昨天没给我洗干净，你看你都一直在抱怨，可是呢，那个鞋子啊，也没有让你很舒服过啊。有智慧的是吗？停下来，把你的鞋子打开，里面有的石头找一找，倒出来，那你的脚不就很舒服了吗？同样的，禅坐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小看说我静坐的三分钟跟五分钟，这是会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在这文殊菩萨的讲座之前的讲座，我说过，文殊菩萨讲，若人静坐一须臾啊，胜照恒沙七宝塔，宝塔就近翠微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我简单的解释，若有一个人把心静下来，静坐一须臾，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胜照恒沙七宝塔。现在大家都喜欢做功德，你花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多寺庙，很多的宝塔，当然还是有功德。今天我会介绍福报与功德。可是呢，这些寺庙跟宝塔有一天都会化为乌尘啊！很不幸的，昨天我今天才刚刚听到，大家知道昨天日本发生大地震，对不对？你看再漂亮的机场一刹那之间都毁掉了。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些苦难的众生祈祷跟祝福啊！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假如你现在有最好的朋友就住在东京，就在机场的旁边，那你会不会很难过呢？你一定很难过。那请问你现在会不会难过呢？我调查一下，师父，我觉得我听到消息，跟我没有关系的，请举手。要诚实一点。好，没关系。第二个，你听到一刹那，或看到电视荧幕呢，会觉得，哎呀，好难过，一刹那，但是一刹那的难过比较短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再来，你看到这个画面会让你半小时跟一个小时都觉得很难过的，请举手。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是你的难过会持续很久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啊，再来，假如让你半天以上都觉得，哎呀，众生很可怜的，请举手。半天以上。好。这就说明了每个人心的感受不同。同样，我今天要讲悲心跟愿力跟福报也是你的心的这个 the power of the mind， 或是说 the power of your thought， 你的念头。很多人都会问师父，师父我要发财，怎么发财？你的念头要训练。待会今天这一次的第四次第六次讲座，在 Volume 4里面一开始就讲菩萨怎么广积最大最大的福报跟功德。所以希望大家把心给静下来，不要慌慌张张，好不好？好，接下来请看五台山短片。那我为什么这一次因为海音古寺的讲经因为因缘的变化，还有常住本身很忙，还有护法义工也很辛苦，所以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所以在这个讲座呢，我今天会放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短片。那在座有一些莲友看过，可是海音古寺很多信徒没有看过，请你专心看。第四天我会讲普贤菩萨峨眉山。好，文殊菩萨在四大名山里面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请看，因为在所有四大名山里面呢，只有文殊菩萨称为显密圆融的道场。过几天我放峨眉山，峨眉山本身它是道教的道场，以前是道士，后来佛教的出家人在里修行，所以变成儒释道三家合而为一。可是五台山本身你去朝圣的话，你会看到显教，也就有大乘佛法跟西藏格鲁派的喇嘛很多。我调查一下，在座去过五台山朝圣的请举手，举高一点啊，好，很有福报。那没有去的人，希望你看了电影后发愿去吧。我自己去了两次，所以五台山最特别的叫做显密又圆融的道场，它是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宗喀巴大师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好，所以今天第一天啊，请大家专心看。大智文殊菩萨成为三世诸佛之母，这是商业景色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五台山，在中国山西省五台县境内。中国有四大名山，只有五台山是亲自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他说，五台山东方有震旦国，其山名曰清凉，其有菩萨名曰文殊，教化一万菩萨还会围绕，所以五台山又叫清凉山。这是华严经的经文，还有一万的菩萨在为他说法，所以在佛门里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最后你都会拜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做老师。五台山被视为显密圆融的圣地，原因是因为显教跟密教也都有。好，介绍三个主题。第一个，五台山非常的大，所以建议各位可能要在八月跟九月之前去，因为九月就开始封山的，它最高有3000多公尺，这是东台望海寺。五台顾名思义呢，就像风水一样，有手指五个台，东方有聪明文殊。五台呢是可以观日出，各位你现在很有福报，你是坐在冷气房里看电影，当时我们是坐着车，是流汗的，还要朝圣的，还要三步一拜，这就是我们多的小巴士。那当然现在中国大陆都进步了哈，所以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很高兴中国佛法也进步。可是呢，各位要带着一个朝圣的心情去。那五台南台顶有一个普济寺，你可以看到啊，它供的智慧文殊。那五方佛文殊都有五种智慧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的服装都是很冷的啊。当然在每一个圣地里面可能都有贩卖的小贩卖香花灯果烛。好，西台叫法雷寺，那左边是旧的建筑，右边是新的，它供的狮子吼文殊，这五方佛的智慧代表妙观察智。赏月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文革以前历史的因素都毁掉了，现在佛教徒也很发心扶持中国大陆寺院的重修。这是北台最高峰华北屋脊，有3000多公尺，所以五个台建议你不要一次都跑完。北台有灵印寺，大殿供的叫无垢文殊师利菩萨。无垢文殊代表五方佛的成所作智，所以代表那台顶3000多公尺，很不可思议，有泉水。你想想，冬天的出家人在这里怎么修行呢？因为有龙王护法，所以佛教对于龙王跟地公、土地神也要礼敬，因为他是护法菩萨。
那我刚才说五个台，你最好分两三天，因为它是不同的方向。那一路上你也会看到写密圆融的有 Go Money 堆，就是写 Home Money 背面后中台顶眼教寺，如同文殊，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 文殊菩萨长得像小娃娃，他每天做什么？不是看寡语，看书，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对不对？代表法界体性智。好，眼教寺旁边传说有一次文殊菩萨亲自现身而为说法，所以在这边建了一个文殊说法台。好，那朝圣的人刚才说这是显密圆融的道场，所以也有很多金刚乘的佛弟子会挂丰满旗。丰满旗是五种颜色，代表五方佛的智慧，是祈求加持的意思。接下来舞台的顶建完了，接下来我们看台怀镇市区。台怀镇呢，它有像我的手掌一样是五个手指，传说呢还正中间这个风水是很好的，所以古来的名山古刹呢是风水的确很好的。那五个台代表，那现在上中间叫做戴罗顶小朝台，所以各位老菩萨不要害怕，你应当发愿，因为现在有缆车可以由下而往上，先坐缆车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能海上师的舍利塔。能海上师待会会看到他是黄教格鲁派，他一生修学般若波罗蜜，你看他相貌非常的庄严。那我去五台山是第一次，1996年跟孟参老和尚去，第二次呢是2004年商业精舍这个正式呢开光之前，我们去了五台山。那这有一个叫戴罗顶，叫做五方文殊殿当时我没有广角镜头，所以我只拍到三个，其实它是有五个的。简单的说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呢曾经来这边朝圣，那他希望一次呢就把五个台都朝完。对不起，这一段不是我的意思，这是我学生做的，那一年刚好我碰到生日。好，我继续讲刚才的故事。所以康熙、雍正、乾隆呢就没有时间，就告诉台怀镇的住持说，我要朝五台山，你好好准备吧。这时候呢这个住持就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要来啦，他非常紧张啊。可是皇帝的时间都很宝贵的嘛，一天是不可能朝完五个台的。这时候他就在大殿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这时候呢有个小沙弥就说，师父你有烦恼？我说对，因为皇帝要来了，他要朝五台，那怎么办呢？那小沙弥呢问了这个缘由以说，很简单啊，师父你把五个台的佛像通通搬在一起，皇帝一拜他不就五个台都朝了吗？这个小沙弥很聪明，后来就做了清凉寺的住持。请看下面大显通寺。中国传说清凉国师是文殊菩萨再来的，他住在这里写过华严经的书抄，所以我们大乘佛法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刚才讲显密圆融，这个你可以看到千波文殊，这是指东密的造型。好，这是一个文殊殿，传说这个里面的铜的文殊曾经讲过话，然后旁边有1000尊的千佛，然后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无量殿。无量殿就是它没有柱子，然后完全呢是用砖块这样叠起来的。这是五台山的菩萨顶，这是我未来佛星弘法师。那时候朝山都很开心啊，所以希望各位应该好好的发愿，存钱存假期。五台山可以看到大白塔，注意听，这个大白塔传说有前一尊迦摄佛的舍利子在里面，
还有释迦牟尼佛舍利子。那五台山说过也是格鲁巴的圣地，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也会到寺庙里广修供养，遇到格鲁巴的喇嘛或仁波切呢，哎，在做法会。这是佛陀的弟子儿子罗侯罗，十大第一弟子，密行第一。好，这就是花开见佛，它用木头雕的，它可以向右旋转。刚才给你静坐的照片，我就是在这里拍的，里面共有五方佛。所以可以看到，从魏晋南北朝到现在，中国的大乘佛法不论在家出家都是非常护持的，对不对？就算你不学金刚乘或不学东密，其实大乘佛法本身也是很殊胜的。接下来按照华严经的架构而雕的，然后它可以向右旋转，所以我们的莲友就那边经行发愿，还有广修供养。接下来叫塔院寺，塔院寺就是传说阿育王将佛陀的舍利有84000宝塔，那阿育王是转轮圣王，下令呢很多的护法，然后发愿，然后当这个佛陀的光放到哪里的时候呢，他佛塔就住在那里。所以中国五台山的大白塔啊，以前的原来的帽子是阿育王那个时代建的，底下有转经轮。好，那你可以看到显教或密教的很多的人都会按照佛塔向右旋转。好，这是玄奘大师从印度亲自西天取经，把佛陀的脚印拓回来的。啊，我很恭敬的在这边顶礼跟献花。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文殊菩萨的舍利法。一个塔，好，这是西藏的喇嘛大礼拜，要修110000拜。所以各位莲友，虽然你不一定跟金刚乘有缘，但建议你不要轻易批评别人，人家是很用功修行的。好，五台山普寿寺有300-400位的比丘尼跟尊贵的孟参老和尚学习戒律、地藏法门，还有华严经，这个就是普寿寺，非常的了不起，在文革以后重新建的。啊，孟参老和尚是民国时代四大高僧的弟子之一，其中他有一位老师就是弘一大师，去年他还来台湾。他老人家呢，哎，我跟他很有缘，96岁，身如红钟。然后当时啊，我2004年带着团呢，亲自去见他老人家，然后他在贵宾室招待我们，非常的开心，也解决我们佛法的问题，也对我们在家出家给予很多很多的鼓励，说佛弟子应该同共发心啊，而且永远不要退心。他现在还住在五台山，但是冬天可能比较冷，所以他就到各个地方去弘法。所以你想想看，人有几个人活到96岁呢？不容易啊。96岁你还要健康，还要有智慧，还要有羞耻，所以你有戒定慧的功德的话，你走到哪里呢，人家都会很欢喜的。假如我们不修行的话呢，老的时候流口水，对不对？脆脆念，年轻人都跑光了，是不是？啊，这个是老人家他五方佛的佛堂，非常的庄严。当时我们组团去，然后呢，上面五个哈达是我们供养他的。啊，当地的比丘尼住持为了让善知识请他住世，所以希望他在五台山，他花了5年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都讲完了，每天讲，讲了5年。全部的录影带录完了，这是很了不起。这是他们过五官堂，啊，跟他用饭的，对不对？现在的人太忙了，要有福报，5年都听《大方广佛华严经》很不容易的。就算有人讲，可能信徒都跑光了吧。
好，先看书像是文殊师利菩萨，这是全五台山最庄严最完整的书像文殊，这张是我拍的，很不容易拍到，因为传统上大殿呢它的光线很不好，然后呢书像文殊他的脸是最为庄严的，所以叫大文殊殿。后来我们从先到北京，经过云冈石窟，再进山西，再进五台山，这是我们经过云冈石窟的这个照片。你想想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一切的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而成佛。接下来介绍龙泉寺，康熙、雍正、乾隆下令全部用汉白玉雕的，这是全中国大陆最庄严的佛像。汉白玉是很贵的哈，你看整座的牌楼、船舫，所以清朝是很强盛的国家，但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是佛门的大护法。当然在路上我们也经过其他的寺庙。好，这是我们上次去九寨沟。好，在五台山有一个镇海寺，张家大师是我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他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国师，然后呢他建了这个寺庙，里面待会你会看到他的舍利塔。好，特别注意这张大丈夫像的文殊师利菩萨，他像起来是长胡子的。刚才说过是显密圆融的道场，所以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现在东南亚全世界都很多人在学广论，这是我的师公张家大师的活佛的舍利塔，我在这里顶礼的时候，哎，有一个很特殊的感应，我就不用说了，那是我的秘密。好，五方佛、五方文殊有五种颜色，这个是宗喀巴大师啊，文殊菩萨的化身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导游啊带着我们讲解。那五台山现在也有很多的小沙弥也会出家受学佛教的教育，禅修学经论，所以我们也应该祝愿中国大陆将来能够兴盛，佛法能够弘扬。好，接下来介绍金阁寺。五台山全部都是文殊菩萨，只有这一座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原因是不空三藏在这里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看这尊有两三层楼高的木雕的大悲观世音菩萨。不空三藏在唐朝的时候来到中国，那个时候这边是荒郊野地，然后呢有一天他非常的渴，一直走走走走着，他快晕倒了，突然他想喝水，结果呢就有一个老太太就过来，师父啊你很辛苦啊，你要喝水吧，他说对对对对，谢谢施主，然后他就喝了水，喝了水以后他转头呢本来要谢谢他，结果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前，所以他就写信报告皇帝，观世音菩萨在这里显灵，你应该建一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就叫金阁寺，日本京都的金阁寺也就是取名从这里的。好，现在看这个道场呢是能海上师的清凉寺。五台山看起来都是金色世界，非常的庄严。好，接下来看下一个特别的五台山佛母洞，如果你要去的话请你记下来，一般旅行社不太愿意带你去，你可以要求他一天要去，长话短说，就它是整个五台山的正中心。传说呢，以前有个出家人看到一尊佛就出来，然后他就拜一拜，有一千尊佛都从这个洞里出来，所以叫千佛的佛母洞。你去要半天，回来也要半天。
你可以要求旅行社安排，这个就是那个洞，它是在墙壁上的，然后呢，就是大概呢只有我的法座这么大，不管胖瘦你都可以穿得过去，比如说这位莲友你很圆满，那我记得呢那个时候呢我们跟孟参老和尚去的时候呢，在1996年加拿大有一位莲友很圆满，也是大概两个身材这么大，然后呢他就一进去的时候呢就卡住了，然后呢孟参老和尚说你不要管，你就念嗡啊这巴扎那地，然后咻起来就进去了，然后当然那个洞很小，所以也有莲友呢还在里面照顾，那墙壁上有很多浮雕佛像，然后呢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说老和尚我又卡住了，然后老和尚跟他讲不要打妄想，继续念嗡啊这巴扎那地，他就出来了，这代表法身慧命的重生，我穿寄居两次过，这是真的，这是文殊菩萨的愿心，在清凉山的他的感应录里面说佛母洞代表千佛之母，如果有众生去礼拜而朝拜，能够进洞一次，法身慧命重生，而且会遇到贤劫千佛，所以希望你去的时候你应该旅行社要求他，假如他不帮安排你就换另外一家旅行社吧。好，五台山有圣人也有动物，凡圣同居土。好，以后我讲经的时候再问五台山这些牛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好，这是云冈石窟。好，宗喀巴大师这一张是北京雍和宫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轮回是很苦的，希望各位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应该发愿往生净佛国土，你可以求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可以求生去见弥勒菩萨，你也可以求生见阿弥陀佛，你也可以求生见药师佛，假如你没有求生净土的话将来你会很苦，这个世界虽然也有很多善知识在弘法，也有恒河沙数的人在修行，可是外在的环境呢是越来越复杂的，你可以看到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当然我们求生净土不是要去逃避，而是希望能够真正为众生做佛行事业，所以你若还没有证悟的话你要去帮助别人是很容易退转的，这是大乘净佛国土的广义。有些新加坡的莲友很不喜欢净土法门，我要很婉转地劝你，你很愚痴，就算你来生继续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若没有先得到佛教的 PhD 不退转的话，来生你还是会退的，所以净土法门不是只有指西方净土，它是很广义的，任何一个诸佛的国土你都应该发愿去，你也可以发愿上升这个世界的弥勒菩萨的净土，因为弥勒菩萨亲自叫你的话你就会早一点开悟啊，比方说玄奘大师待会会介绍，慧寂大师，虚云老和尚，中国的道安大师现在都在弥勒内院的净土，我现在讲话他们也都听得到啊，所以希望各位不要把大乘佛国土的净土法门啊看得很狭隘。好，现在请开灯，谢谢。然后呢请看幻灯片。好，现在请看讲义。这一次我们讲这个第六次是第四卷，然后今天念普贤行愿品。好，我会每隔两天修持不一样的法门，请看100页，我会带大家修文殊师利的法门，
这是文殊菩萨的寄颂。好，接下来看101，发愿很重要，有宗喀巴大师的发愿文，还有《月藏吉祥经》发愿文。同样，最后一天我也会为大家点灯，请各位看104页。好，请看幻灯片，这是海印古寺80周年的周庆照片，对不对哈？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 啊，你们布置的很庄严，非常的赞叹。好，先看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人间，他就是要救度众生而成佛。救度众生而成佛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呢，我想这一次特别注意提醒各位，在无量的法门里面，你应该选专精几个方法，请你写下来。专精，这个讲义是给你的，你可以写在上面，请看104。专跟精，听好，专精并没有代表否定其他的法门。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新加坡有些莲友非常的虔诚，也很恭敬啊。这几年来也有很多人去圣地啊，不管我来跟不来，都有很多人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我很赞叹。新加坡也有很多很多的道场，有法会，有共修，有慈善事业，也有讲经，我都随喜。但是我要真诚提醒各位，在家居士你的时间有限，你应该专精几个法门，最多3个吧，不要太多。为什么？你不太容易选一个，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会变。举个例子，先不要介意，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很多人老婆一个二奶嘛，有人老公一个不够就要外遇跟劈腿啊。为什么有这样现象这么多？这说明人喜新厌旧，人的心是会变的。那你说，师父你讲这个做什么呢？答案是你没办法修一个法门你就心定下来，除非你的善根非常非常的深厚。举个例子，我来这边苦口婆心劝各位念普贤行愿品，在座有一半的莲友都念，等我一走了以后呢，他就不念了，可见你的心也会变。法门你必须要专精2-3个就好。举个例子，专心听哦，我现在就在讲佛法。举一个例子，你现在生病了去看医生，不敢看西医，我看中医，请问你一定会说，医生啊，我生病了，哎呀，我心脏不太好，对不对？哎呀，我有高血压。那请问，高血压跟心脏病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对不对？高血压也有很多不同的药，你可不可能把医生全部柜子的高血压全部都吃啊？那就死翘翘。高血压的病也是你要对症下药，所以好的医生他会给你1-2种试试看。Auntie, Uncle, 你吃了有没有身体反应？有些人不舒服会头晕，那就要换。有人吃了要过敏就会换。所以你可以换药，但是你不可能全部的药都吃，吃呢那只有一个结果，那助念团就在旁边等着吧。可是我发觉很多新加坡的莲友学佛就学这样，什么法门都要学。其实老师跟你讲不太容易，当然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对的。那哪时候学呢？第一，除非你发愿像我一样做法师，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阿弥陀佛，我通通都弘扬。为什么？我是一位法师，希望把教法而注释，所以我要学很多的教法。